看来该轮到胜福喜来打了。刚才也是挺嘚瑟的，想去挂住边神，但是没有挂到，直接对了阿尼亚。裁判示意赶快松开。这边已经交接多少次了？看这个上古雪还有没有机会反击？又是被锁住了手臂。又被锁住了。从这个角度看上去，这个上古雪的身材是真的棒。来压制一下，依然没有成功啊！强行抱起来，这边再挣脱，终于可以反击了，挣脱了。但是这拳感觉伤害不大。长腿，直接一招上挡。那轮到赤井沙希上场了，青蛙飞扑。先把这个三下石油给打下去，免得过来帮忙啊！再来一个大长腿，被踢到了。我去！这个赤井沙希的腿是真的厉害。然后这边开始反击。看不出来，这个渡边卫士的力量挺大的。这还玩起了转圈圈，他转了多少圈？这样转的话，会不会把自己也转晕啊？又该轮到三下石榴上场了。很明显，赤井沙希这边有点懵啊。看来是恢复的差不多了。如果是比大长腿的话，肯定是拼不过这个赤井沙希的。我去，赤井沙希还是有点吃力的，毕竟这个三下石的实力还是挺强的。又是大长腿，再来补一下，终于被放倒了，顺势压制，但是没有压制成功。